神，今天呢，我要来开箱的是我们的 4KELLER 的全套的化妆品。首先，我们先试用它的粉底液。这粉底液呢是有一点点偏黑的，所以建议你们呢买比平时白一点的色号 ，OK？ 因为它有一点点偏黑，看到吗？这里就会比较黄一点点。如果你们不介意就 OK 了，因为它是比较，就是真的是你选那个颜色，它就是你的肤色。可是我本人自己呢是喜欢它白一个色号的，然后我买的这个呢是 natural 的色号。如果是比较白一点的人呢，就买比较白一点点。对，告诉你们事情，就是我化妆很少会用海绵，我都会用手，因为我觉得海绵我就很不顺手，就对了，我就会用手。给你们一个小技巧，就是上粉底的时候顺便上掉你们的嘴唇，因为等一下上口红的时候口红就会比较上色。 OK， 好，上完粉底过后就是这样。上完粉底过后呢，我们就来上它的 concealer。 噔噔，我的黑眼圈是超严重的，你们看看看我黑眼圈，看到，所以呢我们就弄掉我们的黑眼圈。 OK， 就是这样。现在我们来画眉毛，我们就来用它的眉笔。OK， 我有点手残啊，我眉毛会画很奇怪啊，有时候。我希望这个可以一次成功，因为我只想拍一次。给它好好的。画了尾巴过后，就拿刷子刷前面。锵锵，画一边是容易，画两边才是最难的。很紧张。画好好啊。我通常是会先画那个形出来，然后才来像彩色这样补那个颜色，这样子你就不用浪费时间一直重画抹掉。如果你一发现不对劲，你就只要抹掉外面那条线，然后就可以了。OK， 眉毛搞定。眼影我超级推荐的，我跟你们讲，它的这个 Sunrise 系列，这个超美啊，一打开来啊，少女心爆发 ，boom。OK， 这些是我有偷用过的痕迹，我平时就已经在用他们的这个眼影啊，因为真的很漂亮，你看超多颜色的。我今天就示范一个我最常用的妆，我们直接上这个 Himalayan Orange 这个。OK， 打出来是这样，然后我就会拿这个 Give Me Mocha 这个打在这里后面眼尾这边。差别了吗？这里是 orange， 这里是 chocolate 的。然后呢，我就会用这个 marigold 涂上去整层涂。我是那种会画眼影很夸张的人，所以我很喜欢他们的这个眼影。然后再多一个，它的这个 champagne， 这个亮亮的，我就会涂在这里，提亮一点我们的眼睛。而且重点是哦，整套他们的化妆品啊超便宜，真的很便宜。涂完眼影过后呢，我们就会画眼线，他们的眼线这个。女孩子记得画眼线的时候，每次看到有人留这样白白的地方，看到吗？记得要补掉它，不然很奇怪，别人看起来。马上变美女有没有？那呢，画好了我的眼线，它这里是没有提供 brush 的，所以你们呢？就自己去准备一个 brush， 从尾巴开始啊，这边开始先啊，我都会用这个 chocolate martini 比较深的这个， OK， 画在眼尾这边，再用回它的这个 champagne， 再涂前面，过后就是我们的 mascara， 来。Volume and length， 现在先看一下我的睫毛，你们看它、啊、这里我的睫毛，给它涂过后的效果，一涂就看到了，看到了，香香 mascara 也好了。涂完 mascara 过后呢，我们就来打阴影。我会先打鼻影，打亮我的 T 字部位，肯定哦，这里，然后这样子好看啊。这里下巴，下巴敢敢打，不要怕。然后这里深的地方，然后打修容的一个点就是不要去这样子挂它，就这样子带它就可以了。
就看起来你的脸很像拍照的话，有棱有角，不会像刚刚这样哇整片这样子。你是你的脸干的，修容完毕。腮红，我很喜欢他们这个腮红 ，red wine 的颜色，很可爱的。我是习惯放上面的人。这就是讲腮红过后，然后最后呢，就是我发现呢，我没有拿到他们的口红，可是不要紧，我常常会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会拿腮红做口红，然后你们看啊，拿你们的腮红 ，OK， 好像这个死亡芭比粉的粉红是不适合我的，我就会拿眼影，嘚嘚 ，OK， 选一个我要的颜色 ，Himalayan Orange， 马上。一秒变高级，看到吗？连 MAC 的口红都不用去买。OK， 好啦，今天就介绍到这里啦。这个就是我们 4Color 的产品。如果你们有兴趣呢，想要购买他们的产品或者看他们的价钱的话呢，我会把他们的产品放在我下面的 description link 下面，你们可以去看。而且重点是，我要讲他们的东西真的是价廉物美，完全没有在坑人。好啦，那喜欢我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分享、订阅、按赞，拜拜。你不要跟我装。